别是装的吧？黄贤竹，敢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黄贤竹，花家大胜还朝，我等奉陛下之命前来迎接。花仙主一路自青函州而来，万分辛苦。陛下隆恩，已为花仙主备好府邸休息，我等在此恭候多时，这就带花仙主过去，五日后带花仙主面圣，请花仙主下车。请花仙主下车。下车。我不是花县主，我是花家的侍女鸢尾。鸢尾，哎，小姐，是已经到玉京了吗？啊，到了，大臣们都在等着你换车呢。扶我下来吧。哎，好。花家的女儿是这样的柔弱吗？是啊，那我们猜想，但她身体不好，见风就倒。怎么了？身体不是很正常？怎么这么柔弱？这样的性命啊！许是一路风波。啊！这主人！啊！太子殿下到！殿下果然还是如此的凶残，真是千万别惹到他了。这就是冲撞太子殿下的后果。拿下去。小姐，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他往这边走了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。啊！救了！啊！太子殿下，这个
能进啊，不能进啊，太子殿下。谢主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被风吹晕了，气息平稳，别是装的吧？花仙主，敢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花仙主，难道？跟我来这一套，不怕不怕灰。这花家是大功臣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功臣之女啊？这一定是落下病根了。是，就算是太子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嘛。我也求求太子让花县主回家休息吧。求求太子，求求太子让花县主休息吧。好你个花琉璃，这花家小姐如果在这儿真出了问题的话，还真是不好交代呀。是啊，太子殿下，这病由来已久，得住得闲适一点方可痊愈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陛下不是准备好住处了吗？只要回家，回家就可以。既然花县主水土不服，那就尽快回去休息吧。不过姑认为背下的花家宅子太过吵闹，小七小八在送花县主前往玉京西郊的宅舍最宜静养。是。西郊这又是来哪一处？这怎么突然就换了地方了？花县主请好生歇息，姑也会派人日夜守护，你可千万别再出门惊了风。不日面圣，陛下和姑都很期待再见到。送人。是。